就我们从简单开始创造，就是想要把它变得哇又这又那，可是最后很多事情我们要回归到最原始最简单的那一个，有点夸张，对，一直讲一直讲，啊微光的捕捉，叫微光。我想你们的时候，我会看这节。明晚8点到10点 ，TVBS 42台《全明星观察中》。